你看眼前这个物体到底是圆的还是方的？为什么在镜子外面是两个圆圈，但是到了镜子里面却变成了一个正方形和一个六边形？咱们来配合，咱们来确认一下，这的确是一面镜子，并不是两个人在配合。而且在镜子里面，除了正方形和六边形，其他物体的镜像都非常的正常。更神奇的是，我把外面这两个圆圈给它旋转一下，哎，镜里镜外的形状竟然瞬间交换了过来。刚才镜子里面是两个正方形和六边形，现在却变成了两个圆形。再次旋转一下，哎，它又变回来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好，那么接下来给大家解密一下这个现象的真实秘密。其实你所看到的圆形或者正方形都不是真的，只是你的眼睛欺骗了你的大脑，所以说有时候眼见不一定为实，你看明白了吗？